迎收睇 Restless 教學系列手指練習。今日呢個 finger exercise 適合唔同程度嘅吉他手，古典吉他、acoustic 吉他同電吉他都用得著。主要咧係訓練左手嘅獨立性同埋靈活性，用嚟 warm up 都得。我哋有六種練習方法，都係喺三把位嗰度進行嘅。事不宜遲，開始。首先將三四手指撳實喺第三線嘅第五同第六格，一手指由第六線第三格度開始彈。不要放開，二手指彈第四格，跟住落去第三線，不用彈了，因為遮住了。翻轉頭，一二手指可以獨立按了。當彈順了呢，就可以將速度慢慢加快了。練習二，將二手指和四手指按實在第三線的第四格和第六格，一手指由第六線第三格度開始彈，不要放開，三手指按第五格，跟住落去翻轉頭，練習三，將二三手指按實在第三線的第四和第五格，一手指由第六線第三格度開始彈，不要放開，四手指按第六格，翻轉頭，練習四，將一手指和四手指按實在第三線的第三格和第六格，二手指由第六線第四格度開始彈，不要放開，三手指彈第五格，練習五，將一手指和三手指按實在第三線的第三格和第五格，二手指由第六線的第四格度開始彈，不要放開，四手指彈第六格，嚟到最後的練習六啦，將一手指和二手指按實在第三線的第三格和第四格，三手指由第六線第五格度開始彈，不要放開，四手指彈第六格，今次可以彈到第三線啦。以上呢六個練習，我哋都會用 down up picking 去彈。如果唔用 pick 手指，我哋用 I M free stroke 去彈都得。今日呢個練習，我係喺一本叫 Pumping Nylon 嘅書嗰度睇到嘅，好攰嘅，但係又真係訓練到。如果呢條片啱用嘅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埋我哋 channel， 撳埋鐘仔啦！